上集中，黄小柔、Kimiko 的巧手和许杰辉带来的蔬果，让大家又对他们有重新的认识呢。那个是辟邪的吗？辟邪。这个是香茅，那个芭蕉呢？是真的是，都是自己种的，媳妇养在芭蕉。对。还说，他说你老公手都没了，我热死了。老婆一下又回来，在那芭蕉，好笑。今晚的艾米、欢欢跟瑶瑶又会带来什么样不为人知的 DIY 物品呢？赶快一起来看看喽。这个你可以买啊，在什么时候穿？公公生日的时候。我会觉得你很有代表性的，对啊。哦，有一次跳舞表演的时候，是不是？哦，这个也是要自己缝，不会吧？这缝到快往生，这个全部的都是你缝的片而已吗？还是没有？就是。他是先缝一层那个，他的底是我本来就买好。我们先介绍黄小柔的东西耶，对。然后亮片真的比你好像费工费的多。没有，它这个应该是功能性的。对。可是你看他手工的多细。可是我们不会买这个，我们会买小柔的东西啊。对。可是如果讲细的话，它这不输你。没有，我也可以缝那样子啊，只是对，只是那样它是没办法卖。对。因为它这没有办法大量发售、啊。它这个就算卖了，可能也不会销完，对不对？对，而且这谁买？你告诉我。这个戴的会不会里面颠颠啊？不会不会，因为里面是用麻油，你可以试试看。是，我试试看。哦。你看手工很细耶。哎，那件的质感，康永哥那件质感就比较好。哇，这个就应该打版了。所以如果 Kimiko 想要用这个做生意，你们觉得是可以的吗？可是这可能太慢了，他的 market 不大，对，应该会有要买他的，对，有在跳这类舞蹈的女生，对，就会买。所以如果你老婆穿这个，你老婆穿这个弹大提琴，你可以吗？不行，不行，真的。其实我觉得拉大提琴，拉大提琴真的就是要穿长礼服，没有什么抖动的动作，因为他打了就这样抖动风啊，其实大提琴还蛮抖动的，一定要他。好，最重要的东西出来，哇，有种发亮啊，也不会亮，也真的会亮。看哦，他会。哎呦！这个真的很像啊！为什么要做星际大战的东西？因为光就是也是跨年的表演，就是你这个是你说电线你自己接的，这个不是就很简单，因为它都有卖开关的那个。Kimiko 是机械系毕业的。对，所以你说它本来只是一个透明的管子，你自己做出灯跟电线让它发亮，没有就日光灯啊，这就是日光灯，它不是做灯，它就是日光灯，它是一个日光灯管，然后接了一个开关，然后它就是买了那个开关，然后装在里面，它就只是现成的。你会哪一天你需要坦克的时候，你就自己在那边做坦克。因为那时候就是我们在询价的时候，因为之前不是有人在做那个光剑吗？他那个价位真的非常高。那如果我们一次要订一大批的话，其实就老师，那你如果真的还有要做的话，可不可以去跟宪哥买一下？因为互相帮一下。稍微给他买一下，支持一下，不然工厂不太好。这个要做几只？那个时候做了8只。你通通都留着，然后你都想卖掉这些东西？我，对，因为你不觉得像这，如果你光剑，我就会手电筒，就是光剑你想买？对，这很好玩啊，很好玩啊，就是看演唱会，小朋友的时候，看演唱会，太大件了吧？别人都这样小小一只，你一拿出来，别人哇！首歌就没力了吧？可是重点是你喜欢的人，你的偶像就可以看到你啊。对啊，哎，江蕙在唱，我们拿这么大支伞兵嗨球，就做啊。二姐，二姐都看到啊。你越宣传的很疯。做这个的话，你很容易被你的偶像选中。对，小柔，你真的愿意今天把它买走吗？真的，我愿意买，而且我很想带这支去那个流线胖小子。就觉得说哇，台湾歌迷你也太热情了吧！两端都可以用，你还可以做那个，就是对，你赶快打死其他的歌迷啊！我觉得小柔可能不会付现金，他那就拿几个别针包包跟他。不知道，没有意思，意思交换。
换一下啊。而且因为它很容易断电，就是毕竟还是是，所以我们那时候我有把它用，就是它没有办法近看。对，其实这种东西就是要远看，它就是图个发亮，效果好。所以舞台效果跟真实要玩的还是不一样。嗯，不过算是女生当中这样算是很厉害，文武兼备，很厉害。谢谢你，谢谢。要融化，没关系，我已经放弃了，因为已经融化了。请问你做糕点多久？七岁就做，哇！然后可是那时候就是在家里简单的做，然后其实是都是。韩哥，你在干嘛啦？对，我在吹一口你吸的。干嘛？电影人没力是不是？电影人最有力。你在秀肌肉吗？可以。OK， 谢谢。你是不是有开店呢？有，现在都开店。不会连冰淇淋都是自己做的吧？现在还没，我本来在家里自己做，可是我还没有买到冰淇淋。哎，没有画，还没画，我要吃冰淇淋，还是这个桶子最厉害。这个，所以这个是你要做还没做的东西。我觉得我们应该是我本来就，我们应该是要展示蛋糕吧？冰淇淋只是等一下要放在上面搭配吃。哦，真的？对。其实我们的招牌就是饼干、冰淇淋三明治，哇！所以我们有12种饼干。好吃哦！那个是我刚刚做完了，这个看起来好好吃，这个看起来才好吃，这个吧，这个我们做的都是软，这个超好吃，这个看起来超好吃。你帮我挖一球巧克力的冰淇淋在这上面，这个好酷哦，美哀。所以大家都会来我们店，然后他们会选。你们刚才对芭蕉为什么没有呈现这样的热情？因为芭蕉现在不能吃了。对呀。还有谁要冰淇淋的？我要。对，就像这样，就是这个就很棒。这是我最新推出来的 brownie， 好好吃哦。其实大部分你的店里卖的东西就是饼干加冰淇淋是吗？对，加冰淇淋差好多。还是我帮这个也要加冰淇淋吗？这个可以做。还是我现在做一个，好专业，好吃。你们可以让老板做一个吗？怎么好吃了吧？而且它不甜，因为现在大部分的在台湾的饼干都是硬脆的。有人要听他解说吗？我们做的就是软，我要latte热的。店里有啦，今天在家里帮我做。OK， 这家店所有的 recipe。然后包括 logo 包装都是我自己设计的，我自己研发。你们自己家这饼干好好吃哦，饼干不也自己做的吗？这个是屑屑，饼干都是自己，都是自己做的，好吃好吃。不然你就变脆了耶，你这样加在一起吃。哎，那可以加香茅吗？你进去搅拌搅拌，快点搅拌搅拌一下。其实在店里有好几个 topping 也可以撒在外面，有 Oreo 之类的，然后。什么玉米脆片呢？哇，我们在乡下都没吃过这种东西。就是来试试看。哇，所以其实就是很好玩，因为大家都可以。好渴。很歇斯底里的主角，对，乱吃然后乱咳，搞什么？怎么样？阿北，风味哦，这比的哈年糕还好吃啊！一口香茅，好蜜的味道哦。哦，原来香茅跟巧克力冰淇淋是好朋友啊！哎，可是。这个应该对中年的心血管不太。可是其实像比如说，我们的 brownie 都没有奶油，对，有几款的饼干都没有奶油，它不会那么粘牙，可是还是会胖吧？有一些会胖，有一些比较不会。像我们椰子的口味，一个礼拜感觉很浓，我们椰子口味都没有加油，我感觉长期都是这种不甜的 brownie 真的很少。然后这个燕麦的高纤维，然后面粉非常低，因为我有一些希望它会。然后它就叫做手工饼干三明治，所以就是一定要夹着冰淇淋吃，就是你推荐的吃法。也是很多人这样买，这个是配12个，哎，真的。然后很多人就是买，对，买很多。自己爱吃啊，对，毛也爱吃，好好吃哦，好好吃，太腻。所以要在店里来吃，然后也可以在哪？在师大。哦，所以现在生意好吗？哦，很好，很好。所以我每一天都在烤到我没睡觉。你自己在里面烤？
因为只有我跟我合伙人两个人知道怎么做，我们都没有教别人。那你知道万一要上节目的话，就是他一个人烤。就是你在调配方的时候，就说你们都出去。要上节目，我就是先烤很多，所以我每天有时候我真的不睡。像我今天为了烤这些，因为我想带最新鲜的，所以我就是刚刚烤完了 brownie 的，然后就是很常我们两个都熬夜。可是你最好还是拍一段，不是我讲谁？哇，好漂亮哦，漂亮美女，就是我们两个女生已经有人要烤，哎，这真的很好吃，你知道啦，你。恭喜艾米哦，谢谢。大家可以选他要的口味，谢谢。接下来这位明星的手工，可能大家看就知道谁的作品，因为桌上放了一个鬼娃不是，就是杀人狂。身上呢，这个要把他身体扒开，里面有生辰八字，然后跟瞳孔。没有，没有啦。你们看他瞳孔是满的耶，只有鬼片里面瞳孔才是满的。而且他眼睛是不是突出啊？不是，因为这是我用毛线勾，它整个全部是手工，正面看真的很诡异。对呀，手工。哎，我跟你讲，鬼片的那个小女孩都是背这个。躲好了没？躲好了没？哎呀，好酷！谁躲在后面？我的头可以转180。现在走路，我是用飞的。哎呀！被吊起来了，哎呦！是你，请问？别杀我！欢欢手工布娃娃，小孩难逃阿飘的攻击。那不是，是我们家小朋友，因为我单亲嘛。他是你家的小朋友。